个桥叫悬索桥，它的生命线就是两条竹缆，就悬着的索。每条竹缆有352根索骨组成，每根索骨呢有127根钢丝，5.5毫米直径的钢丝组成。这个算下来，钢丝的长度有17.27万公里，可以绕地球4圈还多，4圈半不到。